同样价位的苹果机皇 PK 华为机皇，到底谁更强？先来看一下外观。然后看一下参数，再来跑个分，测试性能流畅度。持续驾驶速度，动画流畅度。开机速度，还有 WiFi 速度，再把电充满，播放视频一个小时，电量分别剩余94、95，然后对比一下相机。现在的话是白天啊，光线比较好，我看的话感觉苹果的更自然，放大看一下，苹果的更自然，现在是到了晚上啊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哪个效果更好，我个人认为还是苹果获胜啊。还有各自的价格，这样一波对比下来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苹果还是华为呢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。